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那这一期要来试玩的这款游戏是 Darkster Rogue， 最黑暗的，然后 Rogue 是流氓的意思，但是就 Rogue-like 的玩法啦，就是地层探险，然后会有随机性的事件发生这样。那游戏进来就是这个画面，然后他抓取了我装置的账号，好。来看一下设定，这边有抓到我是台湾，然后什么是画风风格啊？哦，还有点数风格，不太知道。然后这边应该是联动你的账号啦 Facebook 还是更多的游戏，他们应该有他们的广告，还是说连到他们的 Facebook 啊？哦，可能是连到他们的 Facebook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难度梦境，哦，梦境是最简单的，梦境、噩梦、地狱。好，来吧，来吧，开始。这边应该是要做一些剧情介绍吧，应该可以跳过。哎，怎么这个头像怎么感觉是二次元的啊？啊，这怎么玩？哦，是弹珠玩法哦。好像是弹珠玩法哎。没有教学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的技能怎么用。玩法还蛮特别的，可以吃肉，吃饱了。这是我的火焰剑，13个这个魔法值，然后 CD2 吗？冰霜星星。然后这是我的法杖，我的道具。就是弹珠玩法，哇，天哪，欸，真的不能乱玩是不是？好，那边有怪。这什么东西？哇哦，虽然是进入下一层就对了，我可以慢慢前进。哇，要被怪物给攻击呀！这边有个箱子，喂，拿不到啊！天哪，啊，还要过去捡哦。哦，技能强化哦。来看一下哦。随便用一个。我要注意的是，我那个线中间有个白线，白线才是我前进的方向。哇，打不到！你要稍微调整一下方向。目前为止，我觉得玩起来有点辛苦啊，一直要转来转去。
的话，吃一下好了，可以增加宝石度。30是宝，好，每移动一次会扣一个宝石度。好，所以你就这样过来。那我们就去下一层。我们碰到之后，他就会帮我们捡金币耶，那还行啊。HP 的话160级。我刚刚结束会释放技能耶，这里有技能，他会有一个 CD 时间吧。这边干嘛？扔硬币，扔硬币要干嘛？砸碎分水池，然后赚钱，赚钱，赚钱，赚钱。哎，我不知道吃药水吗？怎么没有？这边是恢复生命值吧？还有背刺他哦，这么厉害！怎么一直弹回来啊？哇，好痛啊，好痛！哇，我快死了！需要补血啊！好，补血补血，吃到补血。然后这边道具要试一下，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啊？这边就随便吧，我也不知道哪个好。好，我觉得我快没食物了，还有20几个，把这个吃掉。然后我要去下一层。然后出现了一个广告，我先暂停一下。结果看完广告就闪退了，怎么回事啊？真是的。少女平和是我之前我玩过测试版啊，那最近的话它有又正式上线了，我就没有再去玩了。想说之前已经玩过测试服啦，抢先体验了。好，就继续吧。游戏是一款小游戏，所以刚刚让我看广告。好，买道具哦，多重射击，买了一个闪电。然后这边有什么东西吗？好像没有哎。然后你的肉啊，这个行动力也不会扣。好，把这边什么箱子啊，没东西。我们现在只有一个职业，什么时候可以换别的职业啊？哦，现在只有法师。我觉得之后应该会有别的职业。好多怪哦！天哪，我有装备了。
哇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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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应该要反弹的吧？因为我想要靠近他们，然后。电不到他们，可恶！这种太亏了。哇，我怎么卡住了？出现 bug 啦，哈哈，好可爱哦 ，bug。卡拉风系里面的 bug， 好惨。好吧，只能这样子了，就一个小 bug 把我卡死。我现在在第一章啦，齁，有一到三十层。那来看一下装备，装备一下，然后这是要花金币来买这些箱子是不是？然后或者是看广告，哦，然后两万七，我现在有六千，然后这边有三千的，这是我装备，这是我们主要通关的一个界面。那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可以换骑士就对了，哦，也可以换猎人，有三个职业，我，哦，来玩一下这个骑士。好，骑士现在只有一把剑，然后这是技能吧，哦，我现在技能可能都没有，空的。嗯，游戏就小游戏嘛，还蛮好，还可以啊，玩起来还可以。三个职业，然后都用弹珠的模式这样进攻，弹射。来玩一下战士。这个是一开始的关卡吧？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就。比较熟练的啦，哦，这一开始的关卡嘛，我们应该比较熟练玩起来。捡金币，捡金币。然后这有什么东西？丢硬币，丢硬币可以干嘛？这本书。好，到下一层，第二层，这跟刚刚一样啦，我重来了，因为我这是骑士的进度吧，那就无所谓啊。他们有一个大地图可以让你看，随便选。哇，天哪，那我这样小力一点，不要那么大力也行，就小力小力前进，有没有？小力一点，这边都过了嘛，那只能来这边，这个。哎，欸，我们怎么到下一层啊？是不是走错地方啊？我在这里，那个挡住我了啦，小力一点前进。找到了这里。背刺，好厉害哦！好，到下一层，第四层。啊，第四层要看广告。OK， 我个五秒广告而已，还好。然后这次没有闪退，刚刚闪退了。哦，这里的话随便吧，这个我们刚刚有来过啊。
只是因为roguelike 玩法，你会发现它的地形就不太一样，就每次都给你随机呀。把这个给撞破，这个土。那边好多那个食尸鬼哦。roguelike 玩法就是这样啊，每次你玩起来都很新鲜不一样。我先小小的前进一下好了。哇，他过来了，他发现我的存在耶。背刺你们哦。背刺他。嘿，你看我就知道背刺玩法。就是滚到他后面去。哎、欸，这边可以补血。我虽然满血，那我去这个房间看看。哇，有陷阱，可恶！通常房间都会有一些宝箱嘛，就赶快拿过来。背刺你哦！那边应该是技能卡。我小力一点，小力一点，小力。小力一点，好，随便吧，我也不知道哪个好，好像就这样咯。我肉快没了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，把这个打破。我现在没好东西耶，这里。我要走了，去下一层好了，因为我快没那个肉了。这里吃一下肉，哇！这里有一个问号哎、欸。拿下装备，头盔。来这边装备，可以强化、啊，不行，这边还不能强化。我觉得转久头好晕哦，因为我要盯着一个小萤幕看。来吃肉，吃肉。肉就是我们的行动力嘛，小力一点，小力前进。好，那游戏也玩了差不多了哈，大概玩了18-19分钟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玩法。好，那我返回村庄。OK， 那目前应该没有氪金元素啊，就是你当你通过某些关卡之后，它会让你看一个5秒的广告，就这样而已。好、哦，所以还可以接受。那玩法就是弹珠的玩法，你可以一直拉动你的角色，然后去弹射，然后会有技能啊，会有一些 roguelike 的选择，装备啊，然后技能提升啊，这样子。OK， 那就先这样吧。好、哦，那如果你觉得有兴趣的话，我会把游戏的下载连结放在我的影片下方，你们再去找来下载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